你先玩就行了。你哎，你直接进嘛，要不要你不用改，什么都不用改。用我今天水友叫我玩，我直接玩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不要担心太多那种屁事。来，直接开房间，等我计时啊，三、二、一，点。点了没有？标不标进？点了没有？点了没有？两个房间，六个人，不能串房。这东西这么骚气吗？十三、十六、十八，不能串房。十九、二一，完了。二啊，没排到，没排到。哎，进了，进了。进了哎，进了吧？排到了，排到了，应该可以看到。排到了，排到了，排到了。进了，进了，这咋？完了，我车没带。怎么玩啊？你看大部分的，怎么玩？大部分的游戏呢，抽车的是吧？对，抽车的就跟之前那个计时模式差不多，但是它有碰撞。我操，我是红的。他妈指挥官，我重来一次。谁下谁下？我操，我是红的。4%，我又来，按压武神。妈呀，什么？真的是这么好吗？不是这么好的？我也是按压武神，后面容易随机甲，他们说的。抽一个。哇呀，真的是暗夜武神，怎么跑？太难受了。啊，我开雷诺呀，我开免费的雷诺。没事没事，我暗夜武神，咱们差不多差不多，咱们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。咱们直接加0.22，然后就等开始是吧？怎么玩啊？怎么玩？对对，等他们选完。你们起步什么特性啊？傻屌啊！我起步喷加两秒啊，十一层。把十一层搬了。别搬十一层。我的眼光花了呀，对呀，这也有机器啊。我们搬什么呀？但是我们队友啊。好，这不挺好吗？为啥不好啊？可以。哎，我看到小红的头像了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我是十一层？我是雇员，我是雇员。我是雇员呀，有没有十一层啊？有没有十一层？有啊有啊，我十一层啊，我十一层，我十一层。谁十一层？你十一层，我十一层，我十一层。我们是没排到他。哎呀，没排到他，没排到啊，没排到他。是人机来的吗？不是人机啊。人呢？闷声发大财没有啊？我说话了呀。这才第一波选拔赛。不是你们在哪儿啊？我进来没有你们人啊。我也没有你们人。你先把人机给打了就有了，你把人机给打了就有了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哇，这么多人机！咱们第一轮肯定是打人机的，因为这个匹配能不能一个格子吃两个元素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吃。看一下双吃啊！对啊，双吃都可以啊。哦，你说这个格子啊？这个格子不行，我帮你试过了，我帮你试过了，不能改。来，咱们先稳着啊，把人机给打了。第一、第二轮基本上都是人机。哎，不能双吃，不能双吃，不能双吃，我知道，试过了，给你试过了。你当道具啊？你当道具玩啊？啊，这也太简单了，我这暗夜武神随便乱杀。哎，这个绿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一直吃蓝色的。我也吃蓝色的。的小我吃个黄的，强化氮气，我操，这个黄的好屌啊！我就吃黄的。这太牛逼了！哇，我这个小喷300秒。吃黄的，吃黄的，吃我的。啊啊，哈哈，都来的。哈哈妈！啊，我操！我操！好啊，我去了。就一直跑就完事了吗？强化可以带到下一把。哎呦！哎！没有漏点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没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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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游戏不要漏点，他的游戏也要崩了，你知道吧？也要崩了，要崩。比咱们直播间比咱们直播间还要严重一些。我觉得是不是要得？哇！我这什么垃圾？重新选个车，用摇车。哦，三个人晋级啊！下大雨了，对，还好你今天没开电瓶。我刚刚还今天又要送你回去了，又要送你回去了。更换赛车，更换更换，我就换了十二，你确定吗？我是黄的天行，哎，这什么垃圾车啊！我他妈弄死你！起步喷啊！我刚刚没洗手，忘了。你赶紧给我去洗手！我操！这是什么车？我玩都没玩过，这什么车啊？哎，这什么车？我看一下，腾空只有1%，一半的概率加速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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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被打到了！我今晚不送你了，走。我今晚直接睡在这里了。
你还想睡在这里啊？你什么档次还想睡在这里？你今天晚上走路回去知道没有？我开车跟着你，在我旁边，你在我车旁边走回去。我直接站在你车前面，我直接被你撞，然后直接，呸！哎，那我也不敢撞啊。哎，小红，妈的，我们车垃圾。没事，我们填上就行了。妈的，我车烂。哦，填上就行了。他是什么天行者？天行者也就半斤八两啊，半斤八两。我这卖五拳了，我操！我操！新黄狗！我撞到饭桶了，我撞到饭桶了。又没有人撞到。你们遇到我都让我一下，知道没有啊？我车是最垃圾的啊！我操！阿三原机啊！你们遇到我都让我一下，知道没有？我这个车叫暗夜战销啊，也不知道各位玩过没有啊？暗夜战销，你直接给你头打烂，你还直接给你头打烂，还让你。哎，有个人还骑着赛马呢！聊不聊，五军？什么玩意啊？是不是小红，你这天行者也不行嘛！你这天行者跟个什么，跟个地行者一样的。不是小飞跟胖虎，我是地虎侠。我倒没有气力啊！这也太简单了。九怪九怪，小坑，不牛掰吗？我让来了。我小坑一秒钟，虎拳。这么久。哎，我硬了。但是我氮气还是一样的。我操，这啥呀？我硬了。打完了吗？我一个都没碰到你们呀。我操！我这小喷，冲我冲我！哎，哎，你别说，这车跑得还挺舒服啊。都说了呀，比那天行者好多了，真的是。那没哈迪斯强啊。没办法呀，你这是叫什么嘞？沉淀，你这把是不是第一把，对吧？我这把第一，后面是饭桶啊！饭桶这种人，谁来都能拿他第一，知道没有？啊！哎呀，你在玩牛犊啊！你这个嚣张跋扈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来，出来单挑，现在已经开始了，知道吗？我第一名，知道没有？这还有多久打完？两分半。我怎么还没碰到你们呀？马上来了，这轮应该要有了。马上了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我们几个应该要来，应该能。这次一定是好事，应该有了。这次百分之百是好事，是吧？我用你二十年的寿命，啊不，用我用你二十年。对。用小红二十年寿命。啊，用小红二十年的寿命，嗯，换我一辆好车是吧？对，没错。换车。我感觉我下把要来哈雷特了。又是我今天。哈雷特，有人开哈雷特吗？阿森，你用哈雷特的？你一直用到没有叫哈雷特？哈雷特没意思，又就一坨屎。嗯，是我的25%，我完了！哇！我真的，我这完了，我怎么是新环了？就一直完了，他妈小红完了，小红，小红要少二十年寿命了。完了呀！我追呀！我追！我换到严追了。哎呀，我是什么？这谁想得到？还是左手好。你少他妈废话了，知道没有？赶紧去洗一下你右手。右手，我点中间的给我跑到这里啊。跑了两个，看一下啊，起步获得50%氮气，手持使用氮气100%获得氮气，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严哥，哎，把这千户表再折一半，完美！我的妈，两个都是猴子，我靠，剧本之剧，哎，什么剧本啊？靠，真剧本，这可是匹配模式，哪来的剧本啊？匹配模式知道没有？不能玩，哎呀！我荧光啊！我也荧光，那他没了。我也荧光。啊、我也阳光。哎呀，我操，要死人了这一把！哎，你开的什么车啊，小红？哎，陈真老师，哎，你看这人头像，我们哈雷的 CK， 这什么、啊、什么车啊？哎，怎么都是机甲呀、啊？哎，他们完了，你我走，跟谁的好不好？我没有 ECU，没有 ECU 啊，那我都没有 ECU 的，没有 ECU， 没有。那个都是你们体验一下上把垫底的难受，没有猴子是吧？没有猴子。对。我操！那问题来了，小心这个狼影。这里就只能这样了。狗命呐！等等我！我们不要打架，因为前三都不会掉的。不是我走开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？肯定你改了那个啊。你技能的呀。歪的。哎，妈呀，他别给我冲一下呀、啊！走，我们求。我好爽啊，兄弟们，这遇到猴子就是爽，感觉就输不了了。冠军了这一把。
这把也不是最后一把，这不是最后一把。陈真老师要被淘汰。我没啦，我开的船啊。陈真什么车啊？哪个船？哪个船？那个船你上次开的呀？哦，就那个叫什么？黄色的。那个啊？死黄色。就那个叫什么飞什么东西的是吧？对，叫什么飞天剑阁？坚持一下，霍金。没事，我们都会掉的，先生。我特进库巴了。哎，好爽，这猴子跑的快！哇，这猴子是真爽啊！这哈雷特没用啊！我操，东野，哎呀，红神啊！下把不用换车，等一下换到炎级就裂开了。你确定下把不要换？来，兄弟们换不换？就这样。兄弟们换不换？更新了向右甩尾都甩不出来，不是向右甩尾甩不出来，是更新完了以后这个地板会向左倾斜啊！你会发现向左拐弯很简单，向右拐弯很难拐，会有一股力量给你拉扯。我们跑了一个晚上，感觉出来了。对，不换，换吗？他们都说换。哇，那就听观众的吧。那你来吧，那听观众的吧。我元气已经用完了，全部都说换，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说不换。那这样吧，咱们就听观众的。你来，96%。直接拿起，不对啊，没有 ECU 啊。那我怎么感觉还是猴子强？完了！而且猴子加速弹也还多一点。哎！非氮气状态可以在加速带上释放氮气，我把猴子的技能一搞出来，那我末影青龙是不是强于猴子？末影青猴。末影青猴，哎 ，very good。什么叫我是主播还要让你们教我？不是说我是主播要让你们教我，我是想让你们帮我决定一些东西，知道吧？让你们更加有参与感。你们知道没有？提点建议，对吧？对啊，让你们提点建议嘛。你看，比如说这把金华冬梦，我是不是就舒服了？哎，对吧？他们猴子也没有 ECU 啊，他们猴子也没有 ECU 啊。我是，你看我刚刚直接把我帮了呀。我靠，这死了呀！狗运真的，哎呀，完了，他们两个又要完了。哎，你们开了什么车？你们开什么车？红色的怎么是冰魄？开了什么车？开什么车？那个什么霍金，看开什么车？看别去，嘘，霍金也在，哦，霍金没在，啊，原籍啊，只有一个人开末影青龙，有青龙啊，哦，原籍，霍金换跟人有青龙啊，哎，我操，霍金是原籍，然后 CK 是奥利娜没了，哎呀，我的妈，这是游戏结束。游戏结束了啊！游戏结束了，还有个开冰魄的，哎，开冰魄的那就别说了，开冰魄那就是背景板，知道吧？刚刚我说什么车是我爹来的？哎，他怎么欺负有氮气啊？我靠！哎，这个人好屌啊！我操！这个冰魄速度怎么跟我一样快啊？我开了！哎，什么鬼啊？这玩个毛啊！我操！哎，这冰魄怎么跟我青龙一样快啊？我都说我开了。哎，这人是谁啊？这么猛？猛啊！什么玩意呀？一击就完就没完了，那我哎，他冰魄凭什么这么快啊？他应该加那个属性的。完了！给我抄一下，给我抄一下。哈哈哈哈。啊！这么难开啊！哎，马杰，我追你，敢不敢让我一下？你的冰魄速度这么快，谁让你的？你不会是第一个淘汰的？我开船的呀！我开船呀！他妈陈真是真的运气太差了，他妈的开个船，他妈第三轮就没了。本来决赛应该是都杀了。哎呀，我这好看。哎，我感觉这地板是歪的嘞，为什么？没事，他追不上了。哎呀，冠军！我拿够了，追他。他的，哎，你那冰魄速度这么快？你他妈开局有气啊！开过。他那个他青龙开局有气，知道吧？他叠了以后，他叠的就不如我们了。拉我！来，我们是冠军，来第二把匹配房间。
冠军，来啊！我们已经在房间了，你们进来，我们已经在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第三个是谁？你们要开个房，我们一起撞。怎么弄啊？你开个房间，我们一起撞。开个房间，倒数三二一，然后一起开始匹配就 OK 了啊！没错，三二一，一起开始匹配就 OK 了。来，来一个人数数吧，来一个人数数。来，阿森，你数一下。OK， 三二一，点点点。OK， 哦好，这大概率都能 OK， 大概率能撞到，哎，大概率都可以撞得到，大概率都可以撞得到。这个刚刚的第三也挺强的啊，虽然他开的车比较好。二十个人了，十七个人了。十八个人了，哎，怎么感觉没撞到啊？哎，我们进了，完了啊！二十九个，三十个，哎，对，我们岔开了。好了，我们进了，我们也进了，显然是岔开了。岔开了，应该撞得到吧？所以说，为什么一定要能开房间，知道吧？开房间，除了我们六个主播以外，其他三十多个人，四十多个人全是水友，这样才好玩。我操！哦，布加迪，妈的狗都不玩，不，这留一下也没事。那不玩，那布加迪就是狗都不玩，知道吗？好车，我能换上你。不，什么狗运啊？妈离谱了，真的，太离谱了，这运气真的。妹呀、啊，我靠！我能换上一辆赛车吗？我操！我也想换回上一辆赛车，还能不能换回去啊？我第一把就随到奥利娜了，我的妈！我的妈！我狗屎运！哎，有哪两个人是跟我一起的？哪两个人是跟我一起拍的？开挂呀！拿头发。我和小红，小红跟阿森是吧？那 CK 呢 ？CK 陈真还有霍金呢？还有闪电呢？他们对啊，我们在另外一个错开的。那有没有人是跟我们一起的？星星火车站。我不会第一轮就撞到你吗？我升了延续，我升了延续，这张图我可以直接飞起来。好。我在哪儿？我在第几组啊？哎，我看到我这有人问青龙，我看到小红头像了，怎么看不到所有人头像的呀？这怎么看不到所有人头像的？看到头像啊，看不到所有人的头像的。风腾空，我靠！我这把一个机甲，其他全是 A 车，这些人机，第一把都是人机，第一把都是人机，除非开房间，我让他们做个，我让他们做个房间模式，他们一直不做。要是做个房间模式的话，天老人劝，真的是。那主要他们说什么？房间模式来不及开发了啊，烦死了。你们得跟我说一下怎么玩。来放歌。我操，这首歌啊，被称之为斩杀人机神曲。这些小人机啊，在我面前就宛如蝼蚁。顺车快出。放个大香蕉。你一说这三个字，我就失误了，知道没有？哎，歪的呀，真是歪的，这地图是歪的，往左边倾斜的。左边重力明显要大一点。啊？为什么第二个喷都没？我喷呢？兄弟们看懂了吗？我没看懂啊。最后十秒钟，因为我点了那个技能。好 ，Profit 第二把。今天晚上去跟那个策划说一下，这个问题挺严重的。今天大家跑图感觉都会细节都会差一些。今天晚上好像打那个垫底也是一个极限成绩都没有。他们前面出去了也没跑到底。对对，全稳不住，全稳不住。今天大家都稳不住。哦，起步直接给一个单期。好了，第二轮了。然后首次使用单期又给一个单期啊。换车啊？你说换不换？我来吧，你来。我干右手臭，你来，我不信右手还臭。你右手不臭啊？不臭了。你信我的吗？哎呀，有些人不可能臭两次。你再给我换个垃圾车，你今天晚上走路回去，我开车在旁边跟着你。好，好。更换赛车，好像有两个啊！我操，更换赛车。挡一下。两个。越野。哎，比奥利娜好。我他妈那更换的有点差的，比奥利娜好，真的。好个毛！真的比奥利娜好啊！真的，这
哎呀，来来来，风元素打到底，好吧？你就说嘛，这个游戏是冰魄多，是不是？奥利娜没人抽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没错啊，真冰魄好。算了，就放他一马，免得他明天腿走断了，知道吧？咱们过几天还要搬家呢，妈的，等下搬不动了，直接赖在桂林就走了。来把金火，我得把北海搬了，你还抬北海上了，我操！冰魄就是你爹，知道吧？你搬了别人没搬，你蠢啊！我操！好像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这个游戏奥利娜确实没有冰魄多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哎，这冰魄确实抽的人比我跟秃驴撞到了吗？还不是冰魄便宜，还能白嫖，对不对？你奥，但凡奥利娜跟冰魄一个价，谁抽谁心里没点逼格吗？小胖子。什么意思？小胖子，你没了，小胖子。小胖子什么情况？小胖子谁是小胖子？小胖子来了。小胖子撞到我了，我开青龙。小胖子是小胖子是谁啊？开什么青龙啊？四华之王还有呢？没有啊，阿森在哪里啊？没看到阿森啊？阿森在骗人。跟双山庙口撞到一起了。哎，小胖子你完蛋了，这把直接把你搞淘汰了哦。不可能啊！这不是小胖子吗？眼花了吧？我开个副喵了。小胖子撞我了。魔族，这把怎么读？那这个数字轻是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氮气怎么这么长？我没带起步技能，知道没有，小胖子？完了！不是，这氮气怎么这么长啊？你不会双杀吗？小胖子，你现在慌不慌？我慌什么？你个垃圾酷喵雷多，我好痛，那就拜拜了，拜拜。没有分，还在打路，还加速，还在快速。小胖子干嘛？小胖子想追啊？我北海又刷个延续，我操！我这还在叠标，又刷个延续。我操！为什么这么垃圾的车？要不要给我冰那个？要不要把我冰块拆个轮胎给你用？你哎什么呀？哎，氮气也不够长啊！我操！小胖子认了吧，你说这把是车不行，知道吧？元素那个借口我已经给你找好了，车不行。但是没关系嘛，你跟在第二名，你等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下你跟在第二名还是可以晋级的，也可以晋级，还是可以晋级的啊。下一轮，你别随机到一个垃圾车啊！来。这把我来点，我来点。说不定你比我还臭。这把我来点啊，我就不信了，我的手气会比你还要臭。你电哥还想吃毒食？来扣一扣一。你看什么？你别吓我，你真的。你来的时候没开的。哇，扣起来。开了。我关上去了，我不知道。你关上去现在开了呀？玩意儿啊！什么扣一啊？扣什么？你别吓人啊！我大晚上的，来，好车都没有啊！完了，小马。你是真的拉这么冷，我跟你说，不如冰魄。不是，怎么红色的车还有流火啊？有啊，为什么没有的啊？你拉透了，跟你说是。冰魄不要要流火，你不裂了？我跟你说这一把，怎么红色的车里面有流火？不可能啊！你们都不扣吗？扣了呀，扣了呀！完了，我他妈冰魄换了，我玩个屁！我还没到决赛，你扣不扣啊？哎呀，来把雪莉当到决赛，这么巧啊！有点机会，有一点点。你们扣吗？撞到狗头梗了，扣吗？扣吗？来了来！我也还没扣啊！虎轩扣不扣？扣了呀！好，顾远贵最。哎，我都不想玩了，虎轩你玩吗？我不要啊，我随便。我们熟人，这是谁？我们就玩点别的吧。小那个数字姐，饭头，完了我掉了。C 哦，打个墨金阿森，我靠，墨银金龙。小红和谁呀？小红和秃驴。我也不扣的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流火比你青龙要速度要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做梦了你！我起步 CW 都没走了，真的假的？我撞你了，胡娟，真的。我靠，我这把怎么撞这么多牛逼的选手啊？右上角挤满升级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没了。完蛋了！我操！我感觉你这个模式越野也有点问题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怎么我猴子在第一啊？哎，快吗？哎，啥玩意啊？哎呀，你这张
无眼放慢。没有啊，我不会呀、啊。我靠，你这无敌了呀！我又无敌了。但我这个好像是夜影啊，怎么办？你国服你跑成这样子啊？谁玩过普通车啊？我操，我都没玩普通车。我说了吗？我操，这不越野不是无脑饭吗？我来了。越野没优势的，吃尾气这两个人。我踩一下这边。完了完了。获得氮气，我操！淘汰呀！看我撞空飘。断了个毛线。我操！哎，没事。哎，这样子的话，那我要留车吗？是不是就不换了吗？还是干嘛？看你呀、啊，我是要换了，我受不了了。哇，这个兔子！哦，还好没把我淘汰了。好、啊。嘿嘿。哎、我的小喷好长啊，放在这儿。全是喷喷喷喷喷，可就没了。嗯。就能把这一把，这一把有点悬，我说实话，真的。你别拜我啊，我靠，你拜我干嘛呀、啊、大哥，你来点，我来点、啊、你下把要是换不出机甲，你走回去。那我换出机甲加一千工资。嗯，一千太多了，这个两块吧。两块啊。嗯，好，两块是给你吃个卤蛋还不满意啊？行，给我换，我给你换个毛，来个差的车，两块钱狗都不。什么车什么车什么车？原级啊。可以啦、哦、还这么贪心干嘛、啊、哦，好像没有那个没有 ECU 的情况下，如果看咱们无脑腾空了好吧，直接咱们无脑腾空了好不好，咱们无脑腾空了，来无脑腾空了，嗯，无脑腾空了，来下把绝对是腾空图，你信没？下把绝对是腾空图，不小心点到了呀。哎，不是有四轮吗？就给两个碎片，是吗？哎呀，我这图好啊！你原机吧，我操，过去了！一电瑞，一电瑞，你们没了！一电瑞，你告诉我该怎么了吗？你就是我吧，我开着冰波，我也开着冰波呀！我冰波我可以用击他们，还得甩！我他妈，我这图不如冰波！你叫什么？别急，你个小霍金，这把冠军了。他妈，我一电掠影不是暴打这些人吗？啊！完了，他冰魄我怎么打呀？我先跟我往右侧，我们冰魄我怎么打？这张图我冰魄怎么打？没事，你们针对不了我，我带着起步，有机会干他们。哇！啊！我两个水友，三个主播，你们没了。嗯，原机 YYDS。哎，不是你妈，你那个什么玩意啊？你不知道？想知道吗？一个这么慢的冰棍还跑我前面。哦，这个思雨是你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思雨是谁呀、啊？哇，好久啊，这个喷。我操！我身体不在。哎，这个机甲是谁？哎，完了，我这把要急了。我没有连上。完了。小红没了。你们两个机甲太过分了啊！哎呀，怎么有人跑不过冰魄呀？啊！我糟了！等等，这样我一样，我拿冠军了。你给我十块钱怎么样？傻屌，给你十块钱，那我宁可不要。啊，那你滚吧，你都看不见我了。我不要冠军，又有一个比我还辛苦，好吧？开个机甲打不过我，冰魄。完了，还又是这里，我操！哎呀，哎，你们进了吗？哎呀！啊！你可以等我一下，我们决胜负最后好啊。我元素没满够啊，这么难满，根本满不了啊，那后面都没有啊。怎么说？你等我一下，我们决胜负。你是个蛋呐、啊，谁等你呀、啊？他妈怂，我开个机甲的呢。啊，你不是冰魄无敌吗？啊？哎呀，这么菜、啊。你只幸运了，你前面刚好那个给了个技能给小分。
怎么这么菜？那不给加分就不至于这样。你看你师傅不就有？哎呀！我靠！我靠！出来了吗？出来了吗？哎呀！来吧！来吧！哎呀！干嘛？你不就干了我一把吗？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对呀、啊，不是干了你一把吗？来吧，上一局把你干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继续。我拉了，拉了，拉了。我操，这个阿森要是再甩早一点，我妈有吗？哎，对，我来了。我操，我直接开氮气。这阿森看来就不会玩这个模式，老这么老实。这么老实。我肯定不会玩啊。你刚刚最后要但凡那个甩尾再甩早一点，我直接冲过去结束的时候在你前面了，我操！结算都不会。我们这边满了，我们这边满了，我卡平了。来最后一把吧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来来最后一把。OK OK， 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我操，我们都开了，我操！直接开了，你们快开，快快快快！取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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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取消了，取消了。来，等我点了，我操！谁数？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！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数一个数，我数一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点好来，这下应该撞得到了， okay， 没毛病，这不可能撞不到了，我感觉这应该不可能撞不到了，对，我声音很大吗？好，哎，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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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把撞了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撞了，来，但是这把我要冠军了，我已经玩明白了。有些人连决赛都进，有些人连决赛都进不去，还冠军了。我刚才直接去打开 B 站，随了一手。我第一把百分之百是好绿的，还行吧。来，我再随一遍。你别了，进去。我直接再随一遍，我不用留，我百分之四的概率。我觉得这个车很好。百分之四的概率，给你开个船。这不裂了，有点不如刚才的库秒雷诺真的。这把也是延续。哦，延续没用啊。我这把钻金风。钻金风，然后我未使用的小风可以储存伤害两个。我智慧女神，我钻金，我钻金，我钻金裁决者啊，钻金裁决者来。真的，我使用落地喷石立刻获得小风。我说实话，盛夏甜心加裁决者加小风时长加腾空加速，我的妈！最后要是腾空图，我直接无敌。嗯，完了，那有两个腾空图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不就无敌了吗？确实，那我不就无敌了吗？没事，反正第一把打人机，我怎么又这个 D 了呀？完了。那咱们下把别换了，好吧？啊，下把不行，我撞你了。你看我腾空，我腾空钻金，我来了个腾空图，我是不是很牛掰？不会吧，第一轮就撞了、啊？这把我直接全部绿 buff， 好吧？我这把全部绿 buff， 我看到了，我全部绿 buff， 四个绿 buff 叠满。啊，没撞到，四个绿 buff 叠满。哎，如果有五个 buff 的话，可以干嘛呢？五个 buff， 兄弟们，如果有五个 buff 可以干嘛？因为我看右上角有那个零杠五。我操，阿森怎么开个思绪呀、啊？我操！你阿森狗运这么好吗？你开的时序哦，斯瓦，哎呀，小胖胖、哦，局内记得去拿风，局内也要拿绿的哦，对，哦这个、哎，局内如果拿绿，本来以为有人坤，没想到有你，是这样不知道啊，右上你看右上角，你在暗示什么？真的完成肉哥 like 了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操，这小分确实强，这谁呀？一直在帮我抽个机甲出来，干你！真要被追上了，你别慌，是不是还想用 EC 污染？哟，不失误啊！我靠，落地多给一个分。上了个厕所回来，元素忘记选了，完蛋了。建哥，哦，不是我啊！你的幽蓝蔷薇不太行啊，建哥。这把吃了四个，我这把车不行，是四个绿色的。绿色的就一直有小喷，小喷，小喷，能一直喷。嗯，那我下把抽个好车干。啊，这把换不换呢？要不我们沉淀一把，沉淀一把，别换了，留到最后。这把别换了，这把别换了。最后我们两个直接赚，最后一把决赛的时候。别换了，别换了，别换了。反正我一会儿卡一下，这话你来前面打人机，前面打人机，咱们就别赚了，咱们就开船。我觉得船挺猛的，对，我真挺猛的，我觉得船挺猛的。嗯。咱们这把就腾空钻金，如果但凡最后一把给我来个十一层那种。
那是真没了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图可以搬图啊，哎，不换不换，保留下一把，我要两次机会。右边，哈雷特，我操！哈雷特没意思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哈雷特没意思，不用换，不换不换，下把换两次啊，下把换两次。没意思哟啊，还有人搁这嘿嘿嘿嘿。只有第一轮可以两次换不能存的吗？肯定没有啊！啊，那没事啊！哎，虎拳你怎么啊？三个风元素的，你怎么多元素的？白存了！哎呀，你他妈你跟我说的为什么不换啊？我咋知道啊？你自己说的呀！你也说不换啊？他妈的，你说了我才说不换的呀！那我也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就闭嘴嘛！这把谁遇到都有嘛，对吧？我靠！哎呀，小丑啊！我他妈真是个小丑啊！多个元素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说的。没事，不要花，不要花。我开船，你开车，我这个还可以啊。有小喷，我小喷多啊。除非我们全排在一起，应该不会啊，这个概率。哎呦，三秒口跟数字解。我小喷，哎，你们是什么车啊？电哥，你知道我是什么车吗？哎，你们是什么车啊？你们是什么车啊？我操，别急。我末影青龙，你怕不怕？我看一下啊。我操，你怎么这么狗屎运啊？那必须的呀，我这个那个操。哎，没事，这把只要保持，哎，前三就够了。让这个小红去拿第一，知道吧？你这什么运气啊！我的妈呀！我那个叠加了两个元，我运气好吧？没事啊，啥被主播取光了？妈的，你要怪他？这也不能怪我啊！这游戏机制刚好没搞懂，你知道吧？刚开始玩。我操！我操！干嘛？我这个坑为什么比我还绝开啊？我都已经三个了。蔷薇啊，你笨呐、啊！我比你多个分啊！哦，我忘记了，你这优良蔷薇。不是末影青龙吗？我这末影青龙跑得很快，你不要叫。哎，末影青龙，哎，末影青龙，雾山怎么变得这么丑啊？末影青龙。哎呀，你笑什么？我末影青龙怎么了？你在笑？哎，怎么雾这么多啊？虎拳，你会不会觉得？哦、完啦！一直喷好爽啊！我操！完了，剑哥，你打不过末影青龙。吃别的，吃别的，那个满了，这红色的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我这喷给的好慢呐、啊。那他叠满了算什么？剑哥，你被末影青龙干了。我知道啊，吃别的元素就满了以后它生什么呀？真不知道啊。绿的吃满了就吃别的，那四个都吃满了吃，那四个都吃满了。哎，你们怎么满的呀？为什么我只有一个、啊？可能跑完四轮应该都吃不满四个吧？应该能吃的满。还五个相同色片合成。吃满了，吃满了，吃满了，满了升一级，升一级是什么意思啊？车升一级吗？是车升一级还是什么升一级啊 ？A 车升级，那就里面连续踩一个，还是踩满攻，我刚刚拿了三个。对啊，这样的吗？傻逼！哎呀，我不懂机制啊，兄弟们，哎、这怎么换？赶紧换！30%，3%。哎呀，我这什么车呀？哦、你们知道有小喷的猴子有多恐怖吗？你们知道有小喷的猴子有多恐怖吗？不要弄我哟！有两个选两个、啊。你们知道有小喷的猴子有多恐怖吗？哦，什么东西？我的妈！我的发的发，直接火加风，风火，直接风火，直接风火，直接疯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无敌！这猴子直接疯了！你们知道有小喷的猴子有多恐怖吗？猴子就是没有小喷，知道吧？把小喷给叠上，把极性和小喷时间还有腾空速度一叠上，我的妈！这个是机甲又有加速带又有动力，还有小喷，还有速度。傻子，怎么这么多风啊，武全？啊！傻子，什么叫傻子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妈，你还要练出来？那傻人有傻福，我吊你这个！哎，来把北海。哎，三张图都可以。十一层搬了，十一层直接搬掉。哎，星星火车站这帮人都给我嘎掉。来个来把北海，北海也行，随便来什么图都行。哦，星星火车站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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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星星火车站挺好的，兄弟们，又有腾空，啥都有，是不是？太爽了！哎，小红、陈真，这把牌到谁了？小红还有个谁啊？胖子，胡圈，小红、小胖子是吧？还有谁啊？陈真，陈真是哪个头像啊？那个天行者要没了呀！那个、你们怎么玩的？我操呀！我这还有机甲呀！
没有机甲，没有机甲就好了，不吃都没有机甲，我才个天行。他们只知道我有猴子，但是他们只知道我有猴子，他们并不知道我猴子吃了绿的，知道吗？我是绿猴子，下把我吃火。我下把吃火，我这个这把就是他比机甲了，这个车不知道什么车，我都没见过，他冒水。我这个车一直在喷水呀、啊，我的车头上。对呀、啊，你看，我还能纯喷，你敢信？这他妈谁呀、啊？没事没事，这俩猴子跑这么慢啊！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真的在喷。这数字星是谁啊？是闪电吗？不是，数字星应该是小黑子。哦，小黑子本人是吧？对。我操！哦，我操！你个死天行，你不会要射了吧？别叫！我操！我怎么上去了？哇！你这蝙蝠是谁呀、啊？你看我，妈有个蝙蝠非要卡我内线。小马呀，小马，小马要死了！喂、哎，你说你先滚！我完了，我全部没带气了，帮我堵他一下！快跑，森森！我不是明明超过他了吗？怎么带气这么长啊？哎，我刚刚超过他了，我操！快跑，森森！我在跑，我顶拐，五拳，五拳！哎呀，我操了他妈的！我就卡他干什么？卡他干什么嘛？这是跑不过去了，哎呀！哎呀！他妈谁卡我啊？这霍金，网络怪！我什么事啊？你来搅对吧？搅的呀！出来单挑！你拿了个杯的，真的是我操了！我为什么要去卡他？不对，孙真为什么卡不动他呀？啊！